终有人因为一首歌或一部剧片或上一次电视就被观众们熟知，那么在这些明星中，他们会因为一时大火而持续的发展下去吗？或者说是他们能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而获得更高的名气吗？那么今天小编带大家了解的就是因为唱歌而走火的一位歌手。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偏爱，而这首歌的原创就是我们要在这篇文章提到的主角，他就是张元京。这首歌在当时可以说十分的火爆，据统计很多人在 KTV 都要选唱这首歌。当时的张元京打扮了十分精干，留着一头短发，像是一个男孩子，而他的这种风格也给许多关注他的粉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并且还经常想到他帅气的形象。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却很少看到他出新歌听了有关他的消息了。难道张元京真的像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样火了一时就销声匿迹了吗？张元京其实是台湾出生的，可能他从小在音乐这方面有着极好的天赋，再加上他独特的嗓音，所以才有了后来这首成名歌曲。出道之前他其实只是一个不知名的普通人，每天过着上下班的生活。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看到一项音乐类的选秀节目，于是便想参加试试自己的能力。正是张元京的说这种想法为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人生。在选秀中，张元京独特的嗓音为他加分不少，也深得评委们的喜爱，而他短发潇洒的形象更是让歌迷们记住了他。不久就有唱片公司找上门来，想要与张元京签约。当时他还为十分火热的武侠玄幻剧《仙剑三》演唱了主题曲，这也是他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。在这之后，张元京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事业发展的也很不错。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，张元京会发展到和很多大明星一样的地位，也可以和许多一线明星相媲美。但是后来他却渐渐的消失在了娱乐圈中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当时有一种说法是，张元京不再想留自己短发的形象，想要恢复女人该有的风味，并且当时还和李宇春很相似，这更让张元京想要改变，但是这却受到了公司的阻止，认为长发形象不符合公司为他专门打造的人设。而张元京不听公司劝说，毅然决然地留起了长发，并且在衣着风格方面也改变了。相比于以前，现在张元京更有着女神风味，但是张元京的转变就会为他带来应有后果。最后公司为他这样的做法而感到愤怒，于是决定不让他再发新曲，而一些粉丝也因此不再关注他。就这样过去了几年，这件事情也给张元京带来了不少压力，他还曾因此一度抑郁。对此张元京没有了任何重新奋起的动力，但是幸好有当年的一些好友帮助他，鼓励他重返舞台，并给予了他很多帮助。现在的张元京也会经常出现在大家眼前，虽然当年的那短发的形象已经不在，但是他的嗓音唱功依旧在线，